星际公民免费玩，最近星际公民舰队周可以免费游玩游戏至5月31日，且会送一艘限时飞船双鱼座。今天就来欣赏一下这艘双鱼座。出大问题了，我这个双鱼座飞船索赔不了，完了，我这怎么水？呸！怎么带你们去看这艘飞船呀？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忽然发现这有一玩家在取飞船，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他的身上。待他取好飞船后，跟着他前往停机坪。我屌，双鱼座啊 ！OK， 谢谢这位大哥。我们先看一下外观。我屌，这船吓我一跳。OK， 再看一下内饰，从屁股打开舱门。大哥你上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的货舱，这个货舱在同价位飞船里应该算是最大的了。其实我很想给你们看驾驶位的内饰，但是不是我的飞船，我也不好意思开呀。但是之后他竟然把飞船让给我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既然你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必带你打赏金挣 money。首先看一下主武器，四个 S1 的机炮，没有导弹，但是好像有导弹架构，可以后期进行自己安装。我们直接接个赏金，试一下武器系统，再带大哥挣点 money。距离目标100多千米，不能跃迁，只能自己飞。而且这地方也忒黑了吧，我真怕一不小心就那个了。我去，碰撞镜。那个大哥，对不住了，以后别让我看到你，看到你我必借你的时候飞船玩。